用家乡话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双双的贵州的贵阳选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号选手何洁。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在忙瘦身。你都这么瘦了，都看不见你了，都已经。大家都知道我永远都在减肥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次我不会再胖下去了。为啥啊？因为我不再生了。这么重大的一个宣布啊！收官了，收官了。